我真的想揍我们家老二了，我刚才从楼下一路吸尘到楼上来，真的被他给气死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干了什么。今天我妈看我视频里面拍的这个莴笋，说我应该是忘记下肥了，所以莴笋长得这么细。一想好像是没怎么下过肥，所以今天呢要给莴笋啊，还有娃娃菜这些啊，都要下一下肥。这边的娃娃菜长得要大一些，感觉这个可以吃了，应该挺大的了。然后今天要摘一点菠菜下来，我上一次给我婆婆那个菠菜，她都没有炒，她是直接做那个蔬菜沙拉。她说这个菠菜很嫩嘛，炒着吃的话太浪费了。上面有一点虫害，把这个拔下来看有多大，哇，还是挺大的，可以吃了应该。今天晚上我也要炒这个菜吃。哎呀，炒一餐的话可能要4颗的样子。哎。大的拔掉，哇塞，这一颗也挺大的。哎呀，上面还有虫啊！摘了8颗娃娃菜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看这两个菠菜，这边就细一些，这个应该是小叶的菠菜。今天晚上的蔬菜就解决了。Hiro, 喂的。Hiro，Hiro 过来，也不知道他在家干嘛，叫他好几遍了，他也不出来。Hiro 过来，到妈妈这边来。现在给菜撒一些肥料，估计又在家里干什么坏事了。他小孩子不能安静，一安静就没好事。妈妈叫你好几遍了，你都不出来。来，你不帮妈妈一起干活啊你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激动的摔跤了啊！妈妈现在在弄菜，不要铲子铲妈妈的菜，妈妈的菜很可怜了。你来啦，浇水呀？你这个里面没有水，你怎么浇啊？你去弄点水过来。你只要是一有机会啊，你就来铲我的菜园。看一下啊，妈妈帮这些菜，妈妈给他们放一点营养。你看，我们来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给菜浇水，对不对？过来，过来，我这边来，这边来，来，妈妈给你。把你的小鼻子洗一下，脏。来啊，来这边。你看，把你的脸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一下那里，看一下，Hiro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脸啊，他刚才自己玩水，把那个水全部洒到自己脸上来了。来，OK，那边一点啊，OK，结束了。来，看一下你头上的水，看一看。整天现在就知道在家里捣乱。什么东西？妈妈回家把你头上的水擦一下。来，把头上的水擦擦啊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OK。好了，我们要不要换一下衣服啊？看什么？これ、ここだ。ピーマンも入ってる。これは何？あれ？この間のあれ？あれとちょっと違う。な、小松菜みたい？あ、そう、小松みたい感じ。あ、ほうれん草。はーい。待って。ヒロ、バイバイ。バイ。要奶奶推他，Hiro，拜拜，拜。我真的想揍我们家老二了。我刚才从楼下一路吸尘到楼上来，
真的被他给气死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干了什么啊，难怪我今天下午在菜园的时候叫他，他一直不理我，一直一个人在家里面。我还想他今天挺乖的啊，原来他在家里干坏事儿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，我真的想揍他了。把家里这个柜子上面啊，还有地上面用铅笔给画了，不光光是这里，他是从下面一路画到上面来的，电风扇上面也被他画了。这个是老大的房间，看一下，还有这个墙上，这个一路被他给画的，他真的是从楼下一直画到楼上来的。这面墙还好，就画了一个地方，这边这里都是，还有这个地板上面这些被他给画的，这个墙上，然后到这边，他是应该是一边画一边很兴奋吧，我估计这样一路画上来。然后这个好像是什么有颜色的笔，这些铅笔啊，这个上面都被他画了。估计他是看我每天在家太闲了，觉得我还不够忙，想给我找点事儿做。哎呀妈，这个扶手上面还都是，我还没在意呢。这个扶手被他给画的，这个扶手也是被他给画的，还有这些，还有这个是客厅的地板。Hiro， 家里那个墙上都是你画的吧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还跟我在笑，啊，你是不是想让妈妈揍你啊？你啊，你看你妈妈还不是特别忙是吧？觉得你妈妈想跟你妈找点事儿干是不是？啊，从楼下一路画到楼上去，你说的就是你，哎，不是别人，你把你的脸挡起来，挡起来你就以为看不见你了是吧？哎，你还，你看你今天干的什么事儿？妈妈每天很辛苦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还给我找事儿干。凯德，嗯，妈妈可以揍杨翔吗？为什么？你看一下他把家里给画的。嗯，还有墙上，他不知道的呀，他很小的。家里面被他画了好多地方。我知道的呀。等一下，妈妈都要打扫。他不知道这样不对的。嗯，那你觉得弟弟调皮吗？调皮啊，有一点吧。那今天的字调皮吧。今天学习调皮啊，可以啊。调皮的日文怎么说？いたずら。嗯，いたずら。OK， 谢谢你。我是海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嗯。